Hello， 各位解奇车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说不寻常好朋友教练，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哦。今天呢，来跟各位介绍这一台好车，就是我们的2017年尼桑我们 Big T 的。为什么特别来介绍我们这台 Big T 的呢？主要啊，这台配备啊，可以说是它的配备真的是顶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并且呢，它的该选的配备十几万的选配真的是非常多，而且呢，相当的精致哦。可以说是啊，远看啊像还好，近看啊可是真的是不得了哦。而我们的选配有哪些呢？选配的有倒车显影、卫星导航、数位电视、抬头显示器、车距雷达、空地套件后尾翼、胎压侦测器、感应头灯、LED 日行灯、左右平衡拉杆、冷光迎宾踏板、晴雨窗、车内气氛灯、七合一安全警示系统、顶级隔热纸等配备哦。而我们坊间啊，通常都是要插钥匙呢才能启动，我们这一台呢是用 iKey 来启动的哦，并且啊它还有定速以及我们的胎压侦测啊这些附加功能呢，来让我们这台车啊显得更加的稀有哦。而我们内装呢表现力也是相当棒，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，走。OK， 进入车厢前呢，映入眼帘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选配的木纹饰板哦，在下来的地方呢还有选配我们的冷光迎宾踏板。再来呢，进入车舱后啊，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画面上首先现的就是我们的木纹饰板啊，搭配我们的车内的造景啊，可以说都是相当的精致哦。并且啊，各位可以看到画面上首呈现的就是我们的方向盘，而我们方向盘呢也有搭载我们的定速啊，可以让我们做长途的时候可以做使用哦。而仪表板的部分呢，各位可以看到设计的相当的精致啊，并且啊还可以看到我们最实际的里程数哦。上来一点点的地方啊，这里啊还有搭载我们的抬头显示器。中控的位置呢，还有搭载我们多媒体影音系统，而在这里呢，多媒体影音系统还有搭载我们的电视、导航、收音机、行车记录器等等的零零总总的配备，可以来让我们做使用哦。再下来一点点的地方啊，这里还有搭载我们的分区恒温空调，是不是相当的棒啊？而我们的后车厢啊，表现力也是相当的棒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OK， 来到我们后车厢啊，各位映入眼帘就可以看到我们搭载的空地套件后尾翼哦，这个也是我们的选配哦。再来啊，这里呢打开之后呢，各位还可以看到我们的 T 打的空间啊，这些小车不会说是啊一般的小车它的空间就不足，虽然说小车一定空间会不够，可是呢我们 T 打的容载量也是蛮多的哦。我们的引擎室表现力也是相当棒，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 OK， 来到我们引擎室呢，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搭载的是自然进气直列十缸引擎， CVT 无段变速，最大马力是115匹马力，最大扭力是 15.7 公斤米，市区油耗呢是 12.5 公里，高速油耗呢是19公里，平均油耗呢是16公里，也是一台超值省油的好车哦。最后啊，一样来跟各位复习我们的独家配备哦。选配的有倒车显影、卫星导航、数位电视、抬头显示器、车距雷达、空地套件后尾翼、胎压侦测器、感应头灯、LED 日行灯、左右平衡拉杆、冷光迎宾踏板、晴雨窗、车内气氛灯、七合一安全警示系统、顶级隔热纸等配备哦。看到以上这些配备啊，你是不是相当的心动了？我们网络优惠价只要438,000就可以让你轻轻松松的带回家哦，保证全程原版件，无事故、无爆水、无车身以及非法变造，更是通过我们最公正的第三方业识认证。来，我们无假汽车买车，让你买得安心，开得放心。赶快拨打我们预约专线，将有专人为你服务。来我们现场看车啊，一定要跟我们服务人员说你是看我们影片来的，还有网络专属优惠提供给您。我是你们说话不宣传好朋友九零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